儿子，儿子，妈妈这手坏了。妈妈切口切。我这手起那个刀枪刺啊，让我去拽的。你看我儿子多暖心，给我拿了一个那个创口贴，要给我贴上。没事，儿子。但坏了。坏了呀，有点疼啊。妈妈帮你打开呀、啊。好认真啊，我儿子。没事的，不要紧。这个坏不？坏了、啊。哎呀。哎呀，妈妈整吧。嗯，妈妈整。把这剪子放下，不要拿剪子，危险啊！听见了吗？你就撕一下就撕开了吗？妈妈帮你撕。好乖呀，妈妈爱你。来去。不用贴呀，儿子。那这个换不？这个回来。这儿呢吗？疼。这换不？嗯。没事。没事啊，可疼了。没事的。哎呀，好乖。哎呀，好认真的儿子。谁说生女儿是小棉袄啊？我觉得儿子暖起来比貂还要暖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儿子，哎，谢谢。乖，妈妈爱你。爱你。嗯。哎呀，好疼。好疼啊。没事。没事啊。那不催催吗？哎呀，乖！哎呀，你看我儿子，比你都强。你看看柚子他爸，大家看看柚子他爸，就只要整他的鱼竿，我这个手都坏了。你看看我儿子给我贴上了。你谁写我？谁写我？我大概大鱼怎么大个呀？你看我儿子都训你了，说你钓鱼不行。你说妈妈手坏了，钓鱼不行干啥行？妈妈手坏了，你说，我儿生气了是不是？你就只要整你那个破钓鱼的东西，你看我手坏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男的，啪！我当时跟你处对象的时候，你咋不是这个态度呢？热烈，那现在。结了婚时间长了，这现在属于是什么呀？我们俩现在，这啥也不是，啥也完了，都过成啥也不是了。喂，干啥？那咋还能把日子过成啥也不是呢？屁！你才屁！你是屁！你是屁！谁在家还不是个公主了？嫁给你变成保姆了？不行，不愿意待就走。你咋不走？跑踹你外边去，就只要整你那个什么，别走，踹死你！好好停了，你给我好好重复一下你的语言。你看看这个，现在还没问我的手怎么样，我是特彻底伤心了。哎呀，别玩了。